守护者队的懒羊羊上场，让你们见识一下真正的投篮吧。这就是你的真正投篮呐，懒羊羊。你这样暴饮暴食，叫人知道会骂的。除了肚子饿以外，其他的都不是问题。懒羊羊，这一球我没看错吧？这是什么法招？伸出两根手指示意二号战术。好专业呀、啊，真帅！不要直接笑出来呀、啊！篮球还挺有意思的。